嗨，各位晚上好，感谢支持奇哥、强匪、奇达这一家的观众朋友来为大家电竞营开箱文，敬请观看。快递周六下午就送来了，哇，快17公斤啊，好重啊！本来要买去给我侄子的，因为达哥上次买按摩脚给我爸爸，忘了改住址，哈哈哈，就寄给我了，感谢达哥。手机记得要订阅哦，点这里，订阅两个字哦。好，要订阅频道的话，要登录这个频道，或者是你要点出去，去 YouTube 找奇哥。因为达哥上次买按摩脚给我爸爸，忘了改住址，哈哈哈哈，就寄给我了。再次感谢达哥啊！一边拆着箱子，一边感谢达哥。达哥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达哥。先把所有物品拿出来做个展示。两只手把，八爪鱼啊，不是五角爪，椅背、椅底、螺丝盒都在这一盒里面。说明书，舒适皮革坐垫，舒适皮革椅背，里面有头枕与靠枕。先把盒子拆开看看，椅背的架子，坐垫的架子，坐垫气压棒，五爪 PU 轮，还有一包螺丝，五角螺丝与五角工具。先来装上轮子，说明书说请用力插入，气压棒只要放进去就好了。舒适皮革坐垫安装底架，它的底下是有固定的孔，只要对好之后，螺丝装上去就可以了。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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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才发现我应该要拿白银的螺丝，拿到黑的。贴心提醒，记得四颗螺丝要平均锁紧哦。舒适皮革坐垫只要放上气压棒搞定。舒适皮革坐垫坐一下，哦，好爽啊。再来安装舒适皮革椅背，
背后有三颗黑螺丝，拆起来再装上。里面还有头枕与腰枕。再来看一下说明书，避免用错。贴心提醒您，三颗螺丝一样平均锁紧哦。说明书说椅背插上去就好。看说明书，只要左右摇一摇就可以装好了。调整高低后，锁好它。安装靠枕，但是我拿的是头枕，但镜头没有拍到，先装上我的头枕。再来是靠腰枕，装好之后，看一下头枕，看一下腰枕，不错，好，再来，安装手背，好了，安装完成哦，坐一下，转转看，动动看，不错不错，好，轮子也 OK，PU 轮就是比较黏地板，好，转个圈圈，没问题了哦。再让各位看一下整台转一下的画面，赞，照片欣赏喽。其实跟各位说明一下，在网络上找比较网非常东西、可以去做个比较，尤其这一种电竞专用椅一般市价都要一两万块，但是就是差在皮质、泡棉、海绵、铁件、里面的合成物好或不好，等级高或不好。那目前这一张原价是快6000块，那刚好现在都是在特价当中，才花了快2000多块。那非常再次感谢我们达哥不小心寄到我这边了，所以我就在这边做个开箱文给各位观赏。那一样再次感谢达哥，谢谢达哥，达哥我爱你。
椅子完成之后的照片，真是看起来超有质感的，真棒。感谢欣赏，感谢支持，让我更有动力制片，敬请订阅，订阅免费，喜欢请在下方留言哦。祝福您平安顺心，健康快乐，万事如意。